及开讲你好，必信游可以叫我 Gma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是鬼故事。好，为大家带来鬼故事之前呢，要先回答几个问题，因为有人寄信我说，就是除了上次那位弟弟，应该是弟弟吧，或妹妹，我不知道。OK，那就是 有人问我说。你有没有在办事？哦，我没有在办事，对。然后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去办事。那这个问题蛮多人问的，然后我都会一封一封回啦。那我回的内容大致上都是会回，你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？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，今天好像间隔时间变短了？因为我觉得啊，之前间隔时间5秒都太长，就我自己再去听那个，我去听的时候，我觉得说哦，5秒真的等很长，对吧？那所以我现在间隔可能就是抓在1到3秒之间这样。然后我剪的话也比较好剪，因为有间隔的话，我会比较知道说哪边可以开始剪。虽然我都没有在剪过，可是之后只有 for podcast 的那个部分，YouTube 会剪掉嘛，所以我还是。保留这个习惯，只是从原本的5秒缩减为1到3秒，然后看状况。像刚才那个在场白之后，之前都会空白5秒，那现在就是尝试用1秒钟这样子，那让大家听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太唐突了。我等一下听一下，看一下感觉，我会再调整为2秒啊、3秒，因为刚才是1秒钟这样。好，然后我这边的话就回复大家，就是关于如果你。哦，如果你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，比如说你遇到一些被一些不好能量卡住啊，或什么之类的，因为如果听我第一集就知道说，因为我虽然好像看得到，为什么说好像？因为我一直觉得那是幻觉，可是这个幻觉又有100%的准确性。对，那我念完宗教系，然后。看过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，我觉得啦，这种东西就好像一个能量，你那个能量在某个时间点出现，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意会到这件事情。我们现在先撇除宗教，因为每个宗教对于鬼的定义或对于神的定义都有不一样的解释。那这个能量如果是好的，可能是。神啊，佛啊，主啊，这样子，圣灵，OK。那如果是不好能量，大部分都会联想到鬼啊、魔啊、神啊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这边的话，我的建议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能量。那如果说你觉得感觉怪怪的，你可以不妨到你信仰的宗教的神圣空间去走一走。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神圣空间的话，可以打开《伊利亚德》那一集。OK，好，这边就不多做介绍，棒。因为我知道我的东西都有传承性，那如果没有一贯性跟传承性的话，基本上我都会多做解释。这样，所以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神圣空间的话，可以不妨打开《伊利亚德》那一集去听一下。然后那一集着重在于神圣空间跟爱情方面。这样，OK，那。如果说你碰到不好能，第一个就是到你我信仰的人生空间去走一走嘛，不管是教堂啊，然后寺庙，然后佛堂，其实都是可以的。然后甚至我认识有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，他可能就是把《可兰经》拿出来读。我觉得只要可以当下稳定你的身心，而且那个稳定是长时间的稳定，我觉得都可以。所以，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，怎么最近怪怪的，然后诸事不顺，然后感觉睡觉的时候或是走路的时候一直有人跟着你啊，或干嘛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去你我熟悉的神圣空间的地方走一走，这是第一个解决方法。那第二个解决方法呢，我本人也常常会做，对，然后这个跟我现在要讲的故事。第二个故事有关。那第二个故事的话，我会如果是 YouTube 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图片，就是
这个故事离我很近，就是在当就是第一集鬼故事的时候，我确实有也有遇到啦，这样子。5月17的鬼故事，看了一下那个 schedule。对，所以我常做的事情就是，第一个就是，你就先站起来运动一下，就是有些人被我们讲卡到，可能卡到的时候，他可能只是气血不顺之类的。我知道可能有某种程度上面的差异，但是一个人的能量，他在体内做循环的时候，当你气血顺的时候，基本上你会舒服很多。然后再来就是去排除可能的因素，这样。那详细的话，等一下故事里面我会讲，怎样排除。对，那如果说你做完运动，那排除了一些物理上面的 trouble，就是物理上面可以解决的事情。那等一下我会讲，比如说我遇到的状况，那我是怎么解决的？对，所以那时候。如果还是很不舒服的话，那一样就到你的 我熟悉的神圣空间走一走。对，我只能这样建议你们。那这一点的话，我有跟我大学的，就是指导教授，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，对，然后有讨论过，就静宁老师，对，然后他也蛮赞同，而且他是可以把他讲得很具体的，因为毕竟他做宗教学研究也做了好几十年了，对啊。那其实他的故事可以讲说一个改宗啊。如果说有兴趣的话，之后也会我一定会提到。那如果觉得想要先了解的话，可以先搜寻改宗。那改宗的话就是从原本的宗教到另外一个信仰的宗教。那这中间有很多过程，那有很多需要去跨越的一个层面，那这跟 tool 呢有关，所以我这边带一下，就是我下一集宗教与生活会讲 tool 呢，就是跨越图纳，中文翻译为图纳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。对，那好，OK，回到刚才的话题，就是如果你卡到的话，第一个去神圣公园，第二个就是先运动一下。那如果会打太极的话，打太极，重点是让你的跟心灵保持在一个被能量循环的一个状态，然后不要往是卡到啊、鬼啊这方面去想，因为你越想的话，这有点吸引力法则，它会越靠近你。所以我可以给的建议就是这样，然后就是我也没有在处理事情，所以真的不用太指望我，就是你们在我这边写信给我，然后会得到什么答案？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们，我先讲。对，那我可以帮助你们，就是跟你们讲说，就是可以去走一走啊。那我不建议去海边或山上，因为这些地方虽然有正能量，也有负能量。因为如果是民间信仰或道教信仰，会知道说，就是山林鬼魅，不是海边的话，有一些水鬼什么的。那虽然这样讲起来，好像我就会比较偏哪一个宗教？不，我是相信有能量存在。对，然后我只是这样讲话，会让你们比较好理解，是不要去这些地方，因为你不知道说你接触能量是正的还是负的。但最主要就是去神圣空间，那去庙里的话，去正庙走一走，不要跟我讲说你去什么姑娘庙啊、石头宫、有印宫。我的天啊！对呀、啊。所以去正能量的地方走一走，最主要是那边每个人虽然会有自己祈愿的事情，那但是这个地方的能量去拜拜的至少不会是一些，比如说当然也有啊，什么求名牌什么的，可是状况比较少一点，因为人类的欲望会诞生出来的能量是不一样的。那尽量是好的能量，比如说希望世界和平啊，一时很热，对，这些能量比较多的地方，可以让你的身心保持在一个比较接收正能量的状况。因为你那时候就是缺少正能量，那你整个身体都是负能量的状况，那你自己运动没办法解决，打太极没办法解决，或是
拿出一些经典来读，佛经啊，还是一些道教的经典，或是圣经、Bible 之类的都可以。那就是让你身心灵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，我只可以这样讲。那我没有在处理之前重复声明。对，那我不知道说写信给我那个小朋友，就是那个弟弟，我们有没有在听？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也没有讲他的性别。对，那请原谅吉马叔叔，就是希望吉马叔可以让吉马叔叔有一个按照自己生活的步调去走。因为一开始真的太冲了，所以我可能那时候就是可能有把眼睛给超坏，因为我现在看东西，那时候剪片啊什么的，一个礼拜上传一支影片，然后有剪辑的那一种，然后再加上录 podcast 一直看书，对，所以我好像有点把眼睛超坏，因为真的是不眠不休，就剪完影片之后就看书，看完书之后就剪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在还没有开启盈利的状况之下，我真的觉得说哇，好累哦，然后。一开始看人又那么少，然后是之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可是现在最近是停滞的状态，可能跟我不常发影片有关，我都发一些游戏，那会看我游戏基本上就是那一些人，所以就是这样，所以原谅我，就是让我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走，然后让我调整一下状况，因为我哇真的是如果不好好对待自己身体的器官啊，那个反思的力量是很严重的，因为像我现在就是只要看太亮的东西，我眼睛就会开始干涩这样。啊，对啊，好啦，那就是大略的讲一下我收到的信跟目前的状况，所以希望各位小朋友，各位弟弟或妹妹，就是可以清楚明白我的苦衷。对，好，那哇，今天。前言讲了12分钟，对，那大家应该知道说我鬼故事是不写稿的，那其他东西是我会写稿在 Podcast 的上面这样。那今天呢一样就是一个小时候的故事，一个长大，而且那个长大是上一集录鬼故事的时候发的，对，然后再来第三个故事，就是我觉得听到了之后讲出来，然后蛮多人捧场的，对。OK， 好，那第二个故事就是路边的流浪汉。对，好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然后五六年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妈回来，因为她常在我生命中消失嘛。然后那时候她回来，她交了一个男朋友。OK， 那这个男朋友会开车，然后这位男朋友他本身也是离婚，然后有两个小孩，对。然后那时候他在追求我妈的时候，会开车，就是带我跟我妈还有他的小朋友去中南部玩。那时候就是开车的时候都会经过高速公路嘛，是。有一些国道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高速公路跟国道什么差，因为我本身不会开，我只知道说一个好像在走在桥上，一个是走在路边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开的那个路径呢，是旁边有很大的水沟的地方，对，然后应该是国道，因为我也不了解，但是国我记得。高速公路好像是桥上吧 ，OK， 然后那时候他开在，我们就先简称为他为国道。然后开在国道上面的时候，那我本身是很喜欢看风景。哦，那时候座位就是正驾驶是那位男朋友，然后副驾驶是我妈，然后我是坐在我妈的后面，就是副驾驶后面的窗户靠窗，然后男朋友的。儿子女儿是坐在我的左边，然后我忘记一个是儿子靠窗还是女儿靠窗，我忘记了。那但是我靠窗那个地方呢，刚好右边可以看到那个水沟，对。然后开着开着的时候，我永远记得经过好几个隧道，就是隧道跟隧道中间，哦，
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看，因为基本上就是都、就是是山就是石头，然后那个我就看到远远就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蹲在水沟里面，然后那个距离呢大概就是车道，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台湾的那个国道的状况，然后就是他跟车道是隔着大概两台车距，所以小时候我的视力有 1.2 跟 1.5， 所以基本上那个距离我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。然后因为图都没有什么好看，所以人都会，不要说人啊，就是大家不管是在看风景的物啊，还是人，都会把视线往前面看，也就是说我看出去的是车子的斜视速度表，右边斜视速度。那我就看到，哎，奇怪，怎么有个人蹲在路边？然后我就是看着看看，然后当车子跟他平行的时候，我跟他是对到眼的。我永远记得那个流浪汉就是蓬头垢面，真的是蓬头垢面，就是那个头发是灰灰的，然后脏脏的，然后脸就是那种没有洗的黑，就是感觉很多深，就是随便一搓就很多深。然后我跟他对眼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好恐怖，就是我会在路边，然后蹲在那个蹦坑，就是那个不是蹦坑，就是蹲在那个水沟里面，然后一直蹲在那边，然后跟我对到眼，这样。然后一开始觉得可怕，第二个觉得说好脏，然后就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，然后开着，就是要到休息站，然后休息站说要吃饭。我永远记得那时候已经是晚餐之后，因为那时候大家都饿了。然后去吃饭的时候，因为大家如果去那个休息站的话，就知道说那个位置以前的位置是很拥挤的，然后地上都油油的。然后是之后改建了台湾的休息站，状况比较好，像我就这几年都会跟我姑婆的大姐，就是我。一起下去，现在的那个休息站都变得很漂亮。那以前我小时候记得那个休息站，就是地板就油油的，然后那个吃饭也没有特别设计过，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很硬的椅子跟很硬的桌子，就是不想要让你停留太久，然后停那个翻坐率的那个桌椅这样。那我们吃饭要第一个事情要干嘛？要找位置，因为毕竟有五个人要一起吃饭，那要找到五个人座位真的不容易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晃了一圈又一圈，而且我永远记得那时候休息站里面一堆人哦，真的是一堆人。然后我就看到，奇怪，那个流浪汉怎么跟着我到，就是跟着我们到休息站？难道是因为我跟他对吗？还是我看错，我误认？这不可能啊，因为我记得那个头发是真的很恶心，就灰灰的，然后扁扁的。现在就是你可以。如果有到西门町的话，还是到万华的话，就是游民的那种灰灰头发灰灰的感觉，然后脸也是这样黑黑脏脏。可是那个流浪汉的头发很长，然后是男生，然后他的头发可能有及腰哦。对，我永远记得那个状况，然后脸很脏，然后长得很恐怖，就是可以看到那种五六十岁在做工那种人的。样子就是有在槟榔喝酒，我不是在就是污蔑或睥睨这些人或蔑视，而是大概是有那种感觉，就是你想成一个在工地里面五六十岁的叔叔这样，然后头发没有洗腰，然后头发灰灰干干的，感觉一碰就会断掉那样，然后脸脏脏的，因为像在工地里面的话，至少他们是健康的皮，可是那个脏你会觉得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多久没有洗澡，然后那个就是你都可以远远都可以觉得那个流浪汉味道来，就是无家可归的那种流浪，是万华啊或是新。那我想说，他来就是他可能要吃东西，因为可是想想不对啊，因为我们是以车子的速度，然后开了两三个小时，因为我记得看到他的时候是傍晚，就是
天空灰灰的感觉。是我们到休息站的时候已经是晚饭过后了。那如果假设时间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位在路边流浪汉，他是五点可能六点的时候，可是我们到休息站的时候已经完全天黑了，可能就是八点九，是我们的行进速度是车子的速度，那流浪汉他怎么可以赶上？那我那时候小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因为那才五六年级，一十二岁的时候，所以呢我就没有想太多，我就想说啊，可能是来吃东西。可是我觉得，哎，不对啊，那个流汉怎么一直朝我走过来？然后我就很害怕，我就想说，嗯，他不会是要问我要钱吧？那走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躲到那个，那时候的队形是前面是男朋友的儿子女，然后我是因为我看到之后，我就慢慢退到男朋友儿子女儿的后面。那我退到男朋友儿子女儿后面。的后面就是我妈跟那位男朋友，夸张哦！我看到那位流浪汉翻过男朋友的儿子女，然后对我的肩膀是拍了一下，而且是很大力，然后拍在我因为记得是拍在我的左肩膀上，那我就很痛啊，我想奇怪他怎么会穿过，那时候还没有想那么多，我想说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横冲直撞，就是也不看前面有没有人，然后就直接穿过就是那个弟弟妹妹这样。然后拍到我之后，我当然是叫了一声，而且很大声，我就叫说干嘛打我这样，小时候嘛。然后我妈就说没有人在你后面，没有人在你旁边啊。我说有人打我，然后我妈想说打你哪边，我就说打我的左边肩膀，然后不夸张哦，那个手印啊是从锁骨，然后一直到我的就是就是后面有一个犯池穴那边，对，就是这么大的手掌，因为大人嘛。然后我妈看到说想说。他打你用哪一只手打？我说用左手打，然后你就会看到我的左边肩膀有一个左手的掌印，然后很大，就从我的锁骨到我的犯池穴。对，我知道那边有个穴道叫犯池穴，本溪谷那边就是台语叫本溪谷，我忘记中文。然后我妈看到之后就。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流浪汉打我之后，然后再穿过我妈的男朋友就走了。我整个是在想说啊，不会是又遇到了吧？这样，不然小时候常常遇到。然后我妈那时候就是有开始在念阿弥陀佛。对，那然后我不知道说大家对于这种事情的想法怎么样？可是我小时候确实是经过这样子的事情，那这样的事情很困难，因为我不知道说到底是真的，是因为我长大之后，有些电视节目会讲说，有些人他可以凭着自己的想象力或意念啊，在身体上出现一些伤痕。对，像我看过一个泰国的电影，他是说有一个老师他会催眠。然后他叫一个女学生，我忘记他电影是什么电影。然后他叫一个女学生闭着眼睛，然后他拿那个铅笔，他就说我现在要用烧红的铁条烫。对，这是属于一种自我催眠，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我的自我催眠而导致了有身体的异样，可是我永远记得那个流浪汉在打我跟过来的时候，他是穿过。男朋友的弟弟妹妹跟男朋友离开，然后那个流浪汉身上味，我因为记得那个味道很臭，就是有那种死老鼠，然后加上厕所的那种味道。如果不知道什么味道的话，其实大家可以去闻一下北车，或者是万华，还是西门町那些流浪汉聚集的地方，然后再加上死老鼠，就或者是说有一块腐肉的那味道，是有时候那个肉烂掉也有那种
那种这种尸臭味，我记得就是那个流浪汉长得很恐怖，然后头发很脏，然后身上有一种流浪汉加尸臭味的味道，那个味道很恶心，那种发霉臭铺，对社会绝望的味道，这样肉腐烂的味道。所以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，不是先闻到就是先看，然后当两个。我现在比较能够分辨是当两个合为一的时候，那大概就是那个洞，因为流浪汉身上基本上就是发霉那种脏脏臭臭，很久没有洗澡那个味道。然后可是如果他有加上一些狐臭味或厕所那种臭味，大概就是我可以唯一现在目前可以分辨的。对啊，OK，那以上就是第一个故事，就是路边流浪汉，而且那流浪汉会打我。然后我也记得那个流浪汉的掌印，好几个月之后才消哦。然后一个左手掌印就是在我的肩，就是左肩，就是左边肩膀上面。这想想其实也蛮恐怖，因为我现在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是边回忆边讲，所以我现在还是会感觉到发冷。对呀，啊，好，那这是我第一个故事。对，路边的流浪汉，而且那流浪汉有超高速，他闪电侠转。啊 那这是第一个故事。那第二个故事呢？我会配合图片。对，那就是大家如果有听我上礼拜的鬼故事的话，应该就会知道说我上礼拜鬼故事，我不知道说大家听了之后是有什么。有听到什么吗？因为我上次听了之后，我上传之后就没听。可是我基本上我录完之后，我都会稍微听一下哦，看一下自己哪里可以讲得更好，然后喝水会不会喝太久。然后上一次在录鬼故事的时候，我喝一口水。录完之后，我就是有听嘛。那听的时候，我就然后奇怪，怎么有嘟嘟声？对，是嘟嘟这样。我觉得我当时应该要录影才对，可是我没有这样做，我只有录音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嘟嘟声，因为我是连接蓝牙喇叭在听的嘛，所以我想说啊，可能是喇叭没电，我让我充电。那之后一样有嘟嘟声，想说就是连接一开始我讲的就是排除物理方面的故障一些 trouble。那我说喇叭没电，充电也有嘟声，会不会是它在充电的时候没有电，一样会有嘟嘟声呢？于是乎我就很天真的把喇叭给关掉了。关掉之后我就是用笔电的喇叭去做播放，那播放的时候一样就是嘟嘟声，而且那个嘟嘟声是。三不五时跑出来，就是他可能在第1秒、第5秒，然后下次你听可能在第3秒、第10秒，他那个嘟声是随机出现的，对，就好像会抽中 SSR 一样，然后随机出现的嘟嘟声，哦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我就去看那个音频，然后看音频的时候，哎，音频是很正常的，就是我是边点音频边看，我就把它录到微导演里面，然后边点音频边看。如果是这么大声的嘟声的话，它的音频会特别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，会超过我讲话那个幅度，因为它已经盖过我的声音了嘛。所以那个嘟嘟声一定是会有那个声纹，一定是会盖过我声音，而且是嘟嘟，就是会有两个声纹特别明显、特别突出的尖出来的状况。可是我丢到微导演上面又没有，然后我用微导演上面播放，你是有嘟嘟声。这时候我就毛了。那好像在那一天，我是在白天的时候录音，所以又回到一开始我讲，就是去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。我开始就是念阿弥陀佛，然后把窗帘打开，因为那时候是5月17，是夏天的时候，现在接近秋天嘛，再过几天就秋天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窗帘打开，然后。尝试再听一下，
原始档的声音，对，一样是不定时有嘟嘟声。那窗帘打开之后是隔了十几秒才有，然后我又把它关掉，我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已经慌了。慌了之后，我就赶快去求救。那如果你是看 YouTube 的话，我现在就是会让图片。OK， 好，然后如果没有图片的话，我到时候再用微导演把它剪进去。那我先测试一下 OBS 图片可不可以，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录制的状况，然后连接 PPT。好，那我遇到之后，我就是赶快跟我的干姐讲，5月17号，如果有看 YouTube 的话，应该就可以看到同时的画面。那我就跟我干姐讲说，就是我碰到灵异事件，然后我干姐就给我个惊讶的猫咪图案。为什么会念呢？是因为 Podcast 没有画面。然后我就说今天是鬼故事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样要怎么上传。我干姐回我说，你不是常碰到吗？常碰这样。然后我就说，可是这影响到我了，我就把录音档给他，就是我录的那个录音档，就是喇叭跟喇叭的录音档，还是笔电的忘记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档案过期了，这个录音档我也没有留，我就赶快给他们之后我就把它删掉。我应该当时应该录，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素材可以用。然后我把录音档给他之后，我就说你听一下。然后他就说你要把鬼故事上传，我说整个录音三不五时都有嘟嘟。然后我干姐就回我说听起来很正常，然后我就回他说你有听到最后有嘟嘟声吗？这个嘟嘟声一整个录音都有。然后他就回我说有啊，他就回我说那不是电话声音，我说不是。然后他就会问我说那是啥，我就说哎，十分钟的时候完全没有声音要重录，真的不夸张。我那时候在录的时候，当我去跟别人求救的时候，因为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干姐，因为她本身是学佛的，然后你是跟她讨论这些事情，我总可以觉得很心安。就是除了我老师之外，她是让我觉得讨论这些事情，她会让我觉得很心安。所以我第一个求救是她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摄影师。等于是跟我住在一起，我要让他知道说家里今天发生这样的状况。然后不夸张哦，那个录音档在我要求救的时候没有声音，原本还有嘟嘟声，然后原本还有声纹，但是我完全没有声音。而且我已经那时候是我尝试没有连接喇叭，有喇叭没喇叭，有电没电，连接笔电都一样，就是十分钟没有声音，或是听到一半没有声音，或是听到一半可能档案重开，那档案重开很正常，电脑这种东西你重复操作它的 CPU 不够会重开，可是呢它直接没声音，那我一样就丢到微导里面去看，结果我发现说那声纹是还在的，只是就是没有声音。所以我很害怕，就是我怕我上传之后听的人会不会也一样就是没有声音。那有小朋友写信给我，对吗？那吉马叔这边收到，表示说你们都有听到我上一集鬼故事，那就还好。对，我是害怕说没有的话，我在想要不要重录，可是重录我没有办法经历这种一波三折，对啊。而且不夸张哦，我今天在录之前，我闻到那个人家烧香拜拜那个香的那个味道，就是烧香那个香的味道，那。至少让我心比较定一点。OK， 那我回到5月17那个来的对话机，然后我干姐就问我说：“该不会是你录制软体有问题？”然后我就回答说：“之前都是用这个录的。”然后就问我说：“那你今天录的主题是鬼故事？”我说：“嗯。”然后说他就说：“难道是对方不喜欢，所以捉弄？”然后就回答说：“我想出门拜拜。”然后我就。再去回说这我要怎么上去，然后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嘛，然后我干姐就说现在公庙好像不能去参访，然后我说算了，那我看书，然后我就上传。我干姐
我想说，你不能换个主题吗？我说我没有心情在录，而且现在大白天。他就回我个贴图啊，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这礼拜轮播就是鬼故事，因为我不想换，因为我觉得你不可以遇到事情就叫我逃避吧？对呀，我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啦。然后我干姐就说，那今天要上传的是今天早上录的，我就说对呀，然后就把我那个 Podcast 的那个封面传看一下，有轮播就是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、第四是什么？那第四个是鬼故事。然后我跟他讲说，原本想在六日录，可是会怕，因为摄影师不在，就是我室友不在。然后怕的事情还是，因为那时候他要六日要回嘉义，然后我班姐又讲说，我看你主题好像有点不妥。就是冒犯对方，所以才会录音，说不会。然后我丹姐就把那个截图，因为我上面的文宣是也说比搞笑更搞笑的鬼故事，然后就回我说不会，我说以后轮播都会录啊，所以要勇敢一点，而且我有说普通话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些其他的，因为我想说啊，不要再继续讨论这个了，我想结束这一回合。那感觉好恐怖，我真的觉得很恐怖。那时候，可是现在想一想还是会怕啦，有个心魔在这样。啊，我求救是这第一个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，就是摄影师。那摄影师，我跟他讲说，我录完之后有电话的嘟嘟声，要怎么上传？然后摄影师又说，你就说是鬼也来听啊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，那之前录会有嘟嘟声吗？我说没有。然后我一样把那个音频给他，这样。然后他就说还好没有一直嘟，你再试试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你有听到吗？他一直有，然后三不五时出来录一下，一整个录音都这样。然后摄影师就说有啊，最后几秒说很像电话。我说对，一整个录音三不五时都有，每次播放都有。我拉开窗帘10分钟的时候，直接没有声，因为我在求救的时候真的就没有声。然后我就问摄影师说我们家最近的庙在？摄影师说。然后我就说喇叭有电，然后一样我就讲说就是我看书吧，然后就上去，就再录一次。然后摄影师就说好哦，说明栏要说一下有嘟嘟声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有人问我在说，对。从以上的状况来看的话，就是。其实我就是一个 Strabo，就是遇到这种事情，我还是会不禁的胆战心惊了一下。虽然从小遇到大，可是我觉得第一个不可以逃避啊，就是会遇到，就是一定会遇到。然后再来就是从小遇到大，常常碰到也是会害怕的，对啊。那我只可以向我最心爱的人求助，然后当下我也拉开窗帘，让阳光透进，因为那时候夏天真的很热。然后拉开窗帘，然后冷气是开着，然后开始稍微动一下，让自己体内的能量循环。然后开始念阿弥陀佛，然后看一些佛教书，听一些佛经，然后看一些是符箓的书，因为阿公有很多符箓的书给我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这是我上一次录鬼故事之后遇到的事情，那这也在我心中有一个小小的阴影。今天在录之前有闻到那个烧香的那个味道，就比较心安了一点。啊，哇哦，好，这是长大之后的鬼故事，而且是在上一次 Podcast 5月17日时候发生。那如果有看 YouTube 的话，可以看到这一段。赖的对话，我比较后悔的是，我当时没有用录影的方式去做记录，而是用录音，然后录音档也删掉了。
啊，租车过去。OK，那没关系，希望这一集是顺利的。OK，好，那再来的话，第三个国度，40分了。以下呢，只有在 Podcast 可以想要听的观众朋友，可以到我的 Podcast 上面听。就开始喽。对，恐怖。好啦，讲完啦。那今天的回复是就到这边，就是一个小时候，一个长大，然后第三个故事，我听过，到觉得印象深刻的，就这个鬼故事，第三个鬼故事又掺杂了我本身的一些经验，然后那个经验很真实，很诡异，很值得回忆，所以才有今天的鬼故事。所以以上的故事是，掺杂自己的经验，也是另外一种感觉。对啊，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因为我发现听我 podcast 的人有啦，哦，也谢谢你们，所以再一次更新就是宗教的时候，我会讲无脑跨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喽，那今天鬼故事的话就是开心可以为您，啊，爱你们哦，嗯嘛。